屏中的红车呢想停车，停到两辆白车的中间，但是这个左面的白色车辆比较靠右，导致这个坑有点小，让我们看看这辆红色车能不能停进去。好的，往前，往右点，往右打方向，往右打方向，又差一点亲上。看起来这位司机的技术有待提高。哎呀，这个很简单嘛，来，你上那边尽量把这个车给抬进去，抬进去。来，第一次碰着这个女司机，女司机，质量是不错。哎好哎老板，